啊，今天那个邀请了哪几位专家，请主任你讲一下。是，那我们今天就是早上的第一场是邀请到医师医美诊所的黄作轩医师，那他在医美诊所这个领域是非常有名气的一个医师，那也常常在电视上节目做一些广告或是代言这样子。那第二场我们邀请到的是曼都的连锁企业的一个董事长，好，那董事长赖淑芬呢，他是算是第二代，那他们目前总共有在东南亚还有大陆还有台湾地区总共有400多家的分店，好，那包括小美冰淇淋啊，包括台塑牛排啊，好，包括一些水饺啊，他们都把它收购出来了。那其实他们主要的目的是希望能够经营一个复合式的店面，可以再让消费者来到这里，除了可以做美甲、美发、美容的服务之外，那同时也可以在他们休息等待的时间，可以做一些餐饮的服务。那再来第三场的话，就是我们那个台湾的女子美容工会的理事长徐友仁理事长，那他本身是经营就是温莎堡就是连锁企业 SPA 的一个董事长，那他目前的话也是算是在台湾很活跃的一个美容业的理事长，那目前的话他们也遵循就是台湾往新南向政策的做法，那也去越南做参展，那旗下的公司的话也有获得就是非常好的好评，那也在越南一带拓展了相当的一个市场，是，那这三场的一个演讲活动，那同时也包括我们老师们的研究成果也会收集成论文集，好，来作为我们今天整个研讨会的一个总结这样子。